家，终于今天星期五了，然后我今天已经化好妆了，现在时间还蛮充裕的，所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我今天头发的话，我就想说很偶尔的把它夹起来，我给你们看，我用这种夹子，就是今年不是之前跟大家说很流行珍珠类的嘛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珍珠的小夹子，因为也有那种大的，但是我觉得我头发没有很长，所以不太适合那种很大的那种夹子，这就很方便。然后就我都用一半，然后卷起来，这样就好了，很适合上班。好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穿什么。头发好像有点乱，等一下再重新夹一次。我的上衣是穿就是一般的这种简单的白色的针织毛衣，但是你看里面有点黑黑，是因为我里面有穿发热衣。因为现在韩国，白天的话虽然有到零上，就是大概8度左右，可是晚上还是会到零下，大概8度，所以其实温差也蛮大的。下半身的话，我穿 Plan Me 的裤子。西装裤是不是有点看不清楚啊？但这件超舒服，然后它这边是有做这种百褶的设计，然后它旁边是用拉链的，后面是有一点松紧的，所以我这件我是拿 M， 但我觉得版型很好看，就是它的长度也刚刚好是我喜欢的，他说是他们卖很好的长裤。我下半身等一下鞋子应该就会搭平底鞋。那我现在要准备出门了。他在帮我修我的人事评价表，善良的朋友。刚刚买的麻辣烫，好久没有吃了，最近胃不好，所以都一直克制住不吃。终于，我要那个鱼豆腐。鱼豆腐，鱼豆腐这个吗？不是，黄黄的那个。哦，这个。OK。谢谢。好吃。
我等一下要8点要上英文课，所以我现在吃得很赶。大家，我刚刚上完英文课了，就是总觉得好像在同一个国家学两外语，但我觉得是因为就是学完韩文之后，我就觉得好像对语言产生一点兴趣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都学英文这么久了，是不是要把它再好好的完整一下嘛？就反正我就想说，我学韩文也才不到2年，然后现在都可以上班了，那我英文是不是在努力一下，是不是之后也可以用英文工作这样子，是吧？我也跟你一样。今天我要来介绍一下 Planmy 这一款旅行小包。那这一款小包，我觉得它的优点就是它的收纳空间非常的多。你看，像我现在打开的这一层，它竟然也有一个内层。然后这一层的话，主要就是可以放一些护照啊，就是比较一些平面的东西这样子。那它最大层的部分的话，其实我把我的钱包啊，然后或者是发卷啊，口红，我的粉饼，还有我的耳机都可以放进去。我觉得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休闲款的包包。那这一次的话，我选的是芥末黄色，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黄色。那我也帮我男朋友选了一个颜色是蓝绿色的，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情侣一起搭，因为就是有一个一套的感觉，是一个非常值得购入的一个小包包，推荐给大家。穿完外套了，然后配这个包包，还有我的可爱的学生刘海，
今天就是一个很装年轻的。然后今天外面其实蛮冷的，所以我穿了一个这件外套，就是米白色的哦，后面然后下面就是昨天的一样的黑裤，然后我打算下面会穿球鞋，就是很休闲的穿搭。然后因为今天我们要去看房子，因为我不是要搬家了嘛，所以要去别的地方看房子。这个包包真的很可爱，就是我觉得全身单色的时候，就比较素的时候，然后就很适合配一个比较亮色的包包。而且因为我们今天要去看新房子嘛，所以就是比较休闲的感觉，比较好方便活动的这样子。你给大家看一下你的包包，就是情侣，就是我觉得很适合跟男朋友一起背的。我帮他选这个绿色，刚好跟我的黄色也有点配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出发，出发。너무 다쳤지? 전화할까? 어? 전화할까? 어, 전화할까? 그래. 아, 네. 저희 일단은 그 통계주공 2단지 4단지 I never felt you wanted to